哦哦哦，失忆盾锤子，这是什么？开锤！各位小安全们，大家早上好，中午好，晚上好，我是 Melissa。 今天呢，我们来继续玩星之卡比位豪华版。那我们今天要来挑战第四个区域雾白望雪，相信大家非常的期待。那在我们开始之前呢，如果你喜欢星之卡比这个系列的话，记得帮影片点下那个大大的赞。那如果你不喜欢卡比的话，那你就只能是喜欢我了，对不对？你就更应该帮影片点下那个大大的赞。那就让我们直接开始吧， Go Go。 哦，对，我还带着上一次闯关成功的装甲卡比呢，看来这次可以打得很轻松呢。希望装甲卡比可以让我轻松过关。哇，一片冰天雪地，然后这个花，哇，这个花，哈哈，好漂亮哦，冰晶花的感觉。还没开花之前是钻石，然后之前有人跟我说，之前有人跟我说扫把卡比，有扫把卡比啊，有人跟我说有扫把卡比。等一下，如果还有看到扫把的话，吃吃看好了。没有变身过，哎，空手道卡比，有了，格斗家卡比，神龙拳，哦哦哦，招式好像变多了。哦，抓抓抓，还有拉面。喂。他能不能发出波动拳啊？哎呦，可以耶！那他的指令是不是超多？他可以发出波动拳耶，速成百万波动射击，招式超多。波动拳的指令跟波动拳一模一样的，然后神龙拳的指令也跟神龙拳一模一样的，原来是格斗游戏卡比啊。空中好像发不出波动，嗯，空中发不出波动，但是这个，哎呦，不行哎，那我变成火卡比，为什么变成火卡比还是会烧伤啊？是不是哪里怪怪的？那装甲卡比呢？装甲卡比可以打碎那个吗？啊，卡比你可以吗？装甲卡比上啊！不行，好的，前面有冰雪卡比啊，前面有冰冻。没有冰冻卡比，好的，然后火卡比，烈火卡比前面有冰冻的，前面有冰块，就靠你了。好的，哇哦，是说如果冰雪变成冰雪卡比的话，碰到这个冰块有办法过吗？嗯，毫无办法，毫无办法，真的没有办法。还是装甲吧，装甲比较好用，应该。虽然装甲的伤害，后来我发现装甲卡比的伤害好像比较低一点，好像比较低一点，但是没有关系，没有关系，我们超有。山猪，哎、欸，这是什么招式啊？开炮！来哦，猎山猪咯，猎山猪啊，猎山猪啊，都炸都可以炸，我们猎山猪，猎山猪，大家都有山猪肉可以吃啊，我们波普之心的原住民就是要吃山猪肉的啦，过啦。哦，哇哇哇哇哇！哦，这可以挑是不是？那我要挑这个。哎，等一下，上面这个上面可以走。有了，我看到了，还好我有看到。好，再试一次哦，这个转很快啊！嗨嗨嗨嗨嗨！票券，
哎哎哎，怎么打回去了？啊！哦哦哦哦哦，这是哪里？哇哦，下面可以走哎，太神奇了！这算是隐藏门吗？应该算一种隐藏门吧？哎，扫把扫把，谁跟我说扫把可以吃的啦？扫把吃了又没有能力。之前我拍第一集的时候，有人跟我说扫把可以吃，扫把没有能力啊。好，四只一完成。这个有能力吗？我记得这个有，这个是全红全场的麦克风卡比。哎，哇，红全场的麦克风卡比啊！麦克风卡比的能力我应该看一下，他以前是轰全场，现在有其他的那个吗？轰最后的演唱会哦，只能轰三次就对了。要来了，麦克风卡比只能轰炸三次，轰完就没有了。哎哎哎，糟糕了，没能力了，这叫糟糕了。没能力要打利剑了。好，我们标准对决，星星。好，星星的话应该吐拉三四颗就结束了吧？应该吐拉三四颗就结束了。哎呀，被弹掉了。四颗四颗星星就结束了，啊，失败！给我星星的伤害是最痛的，很明显星星的伤害是最痛的。哎呦，这里过来过来。哎。四只一轻松啦，真不愧是我们波普之星的霸主粉红恶魔。一号，好哎，今天刚开场就蛮顺的。拜拜了，拜拜拜。哦，对了，今天如果你们看到这部影片的话，应该已经是228连假的最后一天了，祝大家连假愉快。祝大家连假愉快，每天放假都可以开心的看影片看实况。我知道有些人放假其实没有办法很好很放松的放假，对吧？就是并不是每个人放假都可以这么的放松的放假。因为我自己也是一样，我自己其实有时候也是一样，就是虽然理论上可以放假，可是其实不太敢放假。我虽然表单就是那个日程表上面写休息，可是有时候我自己还是会可能偷偷录影啊，或者是剪辑啊，做一些事情。哎，那是忍者卡比吗？错过了。我也想要忍者卡比，等一下前面应该还有吧。这里有藏东西啊，来，忍者卡比，这个手里剑应该可以哦。哦哦哦哦哦，你怎么会表连滑？忍者卡比有什么技能？看一下，苦无手里剑、灰斩、居合斩、忍者踢、烟幕、扰乱花吹雪、范刚落下重击、贴墙射击、三角跳、粉碎术、粉碎防御，还有水盾。啊，没有吃到。哦，喂，
忍者卡比。要有火是不是？要有火。火，哎、欸、啊，装甲卡比应该也可以有火对吧？装甲卡比的。装甲卡比这个是火，这个是火，应该可以点。有有有。上啊，装甲卡比，装甲卡比招勇，走了。没事没事没事。哦，烧得很快。害怕，哎，过来过来。结果我刚刚不小心就把忍者卡比弄不见了。有了。开，要这样。哎、欸。忍者卡比，原来拿到齿轮了，是第一个，很棒。忍者卡比很帅啊，而且只要靠近按 Y 就会直接把敌人抓起来飞哦，只要靠近按 Y 就可以。然后还有这种招式，还有这种招式，樱花，然后还有什么？我刚刚看一下还有什么？居合斩，空中下忍者踢，忍者踢。然后还有烟幕，烟幕是什么？我原本以为烟雾是拿来逃走用的烟雾弹，结果这好像是攻击用的。鞋子哎，钉鞋，钉鞋，喂，嗨，嗨，嗨，钉鞋卡比走下面。哎，哎，哦，这个就是这样子过的。两罐牛奶，多喝牛奶，有够健康。等一下换双鞋子，刚刚的鞋子坏了。踩，踩，踩，哎呦，哦，我跟着鞋子一起进门了。哦，哇！哦，这也是这样子的，要用钉鞋卡比连续踩怪物到上面。完了，我的钉鞋快没了，要跟这个世界说再见了，我的钉鞋快要不行了。啊，刚好坏掉了，刚好坏掉，刚好坏掉。哦。哦，这里要变石头是吗？好玩，没有问题。上啊，冲啊！哎呦，哇，没有感觉，我没有感觉，我只是石头，可是我变不回来。我现在是一块砖头，我是星星的砖头，冲啊！哇哦！上啊！没在怕，没在怕，好像是超勇雕像，没在怕。这个要怕一下，这个要怕一下，掉下去会死啊！哦，吹一下，沙子哎，是的。要躲起来，没有感觉，没有感觉，没有，没有感觉，呜！我躲起来，我躲起来，你怎么锤都没有用？我是沙子，我是无敌的沙卡比，出来！呦呦呦呦呦！不要打我！算了，我放弃，用这个。我觉得用星星打好像快一点。哦，躲开了，欸、啊，丢吐反了。哇，火焰嘴。啊！躲开了，他要躲开我的星星了。
躲开了，又躲开了，哇，这个怎么那么强？啊死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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啊！花了一点时间。哦哦哦！失忆盾锤子是什么？开锤！哇哦！这个要这样子是不是？哦，好多吃的哦！披萨、星星什么都有。锤。站在他头上 是有了，还没有搞懂这个锤子怎么用的，来，嗨，有了有了，我会了，哦，他有顺序的，来，有了有了有了，这不好锤啊，这个虽然锤子很大，但不好锤啊。嗨，嗨嗨嗨嗨，水，啊，死掉了死掉了，他们死光光了，哇哦，哎，卡比是十一命了，各位，不要锤出时空的裂缝了，这边，啊，这么大的锤子才可以敲得动这个。好啦，出现了时空的裂缝，十亿吨锤子锤出时空的裂缝，嘿嘿，哎，该不会又要打那个了吧？又要打那个火焰蝙蝠了吧？哦，这次这么难哦，要我拿着钥匙跑，拿着钥匙的卡比会变成小废物。喂，好棒棒棒棒棒棒，上面的就不拿了吧。哎，快来不及了。哎哎哎，哇，这个炸弹他打的地方越来越高，都打都可以打，哎哎哎哎哎哎，开开开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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开开开开开，射射射射，可以射射，啊，射射，成功了成功了成功了，哦，我可以继续带着这个大炮打魔王吗？这么神奇吗？完美了，哦，不一样的不一样了，放烟雾，放樱花，哦，他来了，他来了，还接不到，哦，砍烂了，砍烂了。哎，忍者卡比。不过我记得以前的忍者卡比好像不是长这个造型。我说的是很早以前的忍者卡比，那时候他绑着一个马尾吧，算是武士的马尾。那是以前的忍者卡比造型，现在的忍者卡比就是这个造型。以前有另外一个忍者卡比的造型，
绑着高高的马尾，戴着有点像武士头盔的，他也是忍者卡比没有错。现在他把它改成这个造型，这个造型比较可爱，这个忍者卡比的造型比较可爱。好了，又是一，很棒。最近好像比较，应该说今天比较能闪到一的感觉。过了。滴滴滴，继续冲，继续冲。那个什么魔法洛雅乐园没有关系，先不要用剧，我们全破了再来看，应该没有关系。反正票券都有的。还有给火焰呢，等一下也许有用。啊，没有吃啊，不行不行，没有吃太可惜了。好啦，我们吃一下那个火焰卡比。这边这边，冲啊！火球卡比，这个的话，长枪。哦，两命了。不过我们卡比快要不行了，希望等一下有牛奶可以喝，有 M 番茄可以吃，有各种好康的，好，要死了，有东西可以吃，有东西可以吃哎、欸，哎、欸、有东西可以吃哎、欸，都拿都可以拿，哇杰哥真的都可以拿吗？都拿都可以拿，快快！上面有没有什么可以躲？没有没有没有，走下面，这个要游上面，快呀！你死啊，卡比！犹豫就会败北，看到东西该吃就要吃，犹豫就会败北。这个要在这个位置才出得到。哦，这里居然藏有齿轮，到了，齿轮应该是第一个吧？我们刚刚拿的应该是第一个齿轮吧？嗯，很好很好。这是什么？好大的雪球。上下都有雪球的意思嘛？针，我觉得针比长枪好用，当然有可能只是个人感觉。哎、欸，我的针没了，好吧。卡比隐形，卡比隐形的话走上面应该比较好。卡比隐形是隐形，但是应该还是会被打到吧？会吧？哎、欸，不会、欸，不会、欸，哇，隐形宝石这么强哦，好强哦。怎么样变成火才行？哎，我头上有火，哎，不行。啊，隐形卡比，隐形卡比走楼下，碎掉了，我的水晶碎掉了。让我拿不到了吧？我的水晶碎掉了，我的水晶碎掉了，我进不去了。我有办法回去重新，我有办法回去重新拿水晶吗？找找看好了。如果水晶可以复活的话，回去重走应该也可以。有哎、欸，水晶还在，水晶还在，我可以，我可以，我可以呀、啊！太好了，太好了，不用重走。哎、欸。差点以为要重来了，啊！好哎、欸，这个要小心，不要被冲下去。这边弯刀卡比应该比较好，
嗨嗨嗨嗨嗨嗨！哎呦哎哎！我以为我要下去了。哎啊，我知道了，这样子，然后斜着射弯刀应该可以。不行，你不能射弯刀，射不出来。哎，有啦！啊，被自己压死了。不过我知道怎么过了，我知道怎么过了。哎呀，差点就把自己玩没了。好，大颗的雪球哦，这个怎么躲啊？直接跟他换血。哎，没关系，也可以啦，也可以的啦。对卡比来说，卡比还有40条命，其实没有什么关系哦，就是损掉一两条血都没有关系，都没有关系。但是呢，齿轮如果没有拿到，就要重来，很麻烦。齿轮一定要有，哎呦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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哇哇哇，差点被吃，还好还好。等一下，这个要重来了。应该是这样。哎，怎么没有炸开？好了，哔哩哔哩哔哩。我是谁？我超勇炸弹卡比呀、啊！要炸了，要炸了！嗨！什么？怎么没感觉？啊，这个水球我不能吃啊！啊！哇，他撞过来了，撞起来之后会掉出星星，打一下再……啊，好好死了！这个应该是……这样子哦，有清水卡比才能过。番茄齿轮43完成，好欸，挂挂挂，这个沙子卡比长得真的很像迪奥欸，长得真的好像迪奥，虽然他不会时间暂停。又是一，哎呦，今天运气不错哦。巴拉巴巴巴。来了，差不多了，快要到了。这个雪地的魔王，我们要叫他重新做人。虽然这是现在还没啊，再一关，楼上这个就是冰雪的魔王了。这边这个整个冰天雪地都是他的地盘，我们要叫他重新做人，搞清楚谁才是波普之星真正的老大。哇，风也太大了吧！有没有少拿东西啊？应该没有吧。啊，错过了。有没有办法过去呢？好像不行欸，好像不行。哦，这个好难哦，我有看到，可是炮塔，那风太大了，我有看到炮塔，那边应该有个齿轮。哇塞！我还用这个挡哦。
我挡都可以挡。这个是旧的，换一个新的。啊哈哈！哦，这个可以飞哦！哇！起飞！等等等等！哎、啊！哇哦！把大鲁迪都拜拜了。哎，冰淇淋呢？现在我有冰淇淋，卡比很喜欢冰淇淋。哦，要抢钥匙是吧？有利剑，哦，还设计一个陷阱给你，如果你开错门的话就要失败了，太阴险了。哦，这是雪球，冰晶雪球卡比头上顶着一坨冰淇淋，现在我有冰淇淋，我是大雪球，我超有好多。哎、欸，怎么没感觉？哦哦哦，是要打保龄球全倒。好啦，上啊！这样子打这么多，就有一次有大奖了吧？有了，有了，有了！要一次打多一点，才会有大奖。冲啊！等一下，这个，卡比雪人。我可以干嘛？起飞？哦，没有。哦哦哦，出现时空裂缝了。这冰淇淋没了。哦、又要跑酷。之前有人跟我说有扫把卡比，扫把卡比好像卡比三代的时候有啦，但是后来可能因为太难用就没有再出现过了哈。以前曾经有扫把卡比，可能没有错，但是现在没有了，可能不够人气，就是人气不足之类的。哦，完了。哦，这个好难哦！跑太快还会被压死，跑太慢也不行。好，直接过，直接过，星星没关系。还有炸弹跟弯刀。耶，炸弹吗？炸弹可以往上丢啦，不要。还是玩到吧，炸弹用不习惯。哦哦哦，有了最后一刀，我刚以为那一刀下去是我死了，结果没有，还好，差点以为我要死了。过啦，其实不需要洛雅帮忙呀，我觉得普通模式的难度感刚好，
如果洛雅再来帮忙的话，就是一开始我们在玩第一关的时候，他应该会问你说需不需要洛雅的帮忙。如果洛雅的帮忙开下去有两条血，加上都不会摔死的话，其实有点太简单了。再来了，哦，我们这次第四大关，每一次起跳终点游戏。都是一耶，超强超勇，卡比超勇，来了来了，要叫这边的 boss 重新做人了，让他们认清楚谁才是波普之心真正的老大。哎哎，不对，他还不是 boss， 他有四个齿轮，还没关卡变长了。然后为什么是长这样子的？哎，为什么是长这样子的？我要先进这个门吗？那旁边怎么办？等等哦。好，我先进去看看啊，希望可以出来。左边跟右边。左边跟右边，两扇门。空手道，格斗加卡比，拿着钥匙进右边的门，应该是这样吧。好，特别的设计。他们无忧无虑的样子，踢飞，长枪卡比吗？不需要。乃伊卡比吗？不需要。可以放炮吗？放炮。这样不对，这样不对。哦哦，还好炮会重生。好的。啊！情开炸，这是什么卡比啊？先进来再说，先进来再说，这应该是奖励房间吧？没有炮不行。好欸，拿到了。会不会一开门我就被夹死？应该不会吧？有这么坏的吗？欸，没事没事没事。这个卡比，哦，原来是你，光速卡比。等一下，要出事。下面有星星，要不要拿呢？不拿。这个，靠你了，装甲卡比，装甲卡比也是有火的，好啦，如果没有装甲卡比，还真的不知道怎么办。啊，要重来了。这边是跑酷，如果跑得不够快的话就要重来。重啊，哦哦，过来了，这跑酷不容易啊。还好失败可以重跑，哎，
哦，又怎么又是这种的？左右两边都有路，先去一样，先去左边好了。好，左边去不了，要先去右边了。为什么他们在底下？有没有什么特别的理由？为什么那些小怪物在底下？他们为什么把自己关在这个小房间里面？哎呀，没了。好，没有火焰卡比了，但是没有关系，有没有装甲卡比应该也可以吧。哦，他们是看到我拿钥匙就会变凶的那种。原来如此，这就是为什么他们待在那个小房间的原因吗？他们会变凶然后来追杀我。然后看到我没有拿钥匙了，马上又变乖，假装自己很乖，真的是太邪恶了。哇，好黑哦，让他们知道谁才是波普之星真正的老大。装甲卡比的屁股可以烧人的。哎呀，装甲卡比屁股的火可以烧人。这边的话，靠我了。哦，有门呢。这个是这样子吧？差一点就死了。要用冰球的能力才能过去啊！完了，我的蜡烛嘞？哦，有了有了，这边还有一根。可是我没有火了，我没有火，蜡烛的火可以吗？哦，可以耶，太神奇了！地板有点滑，地板有点滑。蜡烛的火也可以。他们要变凶了，他们变凶了，我要知道他们变凶了。庆典。这个也是一个陷阱，如果你直接开这个门的话，就拿不到那个齿轮了。我直接带着庆典卡比过关欸，这样的话，这样的话，那个大魔王应该来个一发就他就死翘翘了。还是一 ，Yeah！ 庆典卡比跳舞，好帅啊！好帅哦，背后的那个羽毛好帅哦。好了，该让这个这边的老大重新做人了。就用庆典卡比让他重新做人。该重新做人了吧 ，Boss， 我来了。我们不吃任何能力啊、哦，不吃。我们要庆典卡比，直接让他重新做人。应该一发他就不行了吧，我猜。来吧，看一下魔王长什么样子。哇哇，大脚怪。哥利亚斯，哇哦！来庆典，啊，就这样，完了，我没有能力了。这雪球可以吃吗？它掉下来没有星星哎。好啦，只能靠实力啦。哦，好强。哎呦，我怎么都射不到。
哦哦哦，你手会伸长啊。好，生气了哦，变超级赛亚人了，金色的，哦哦，好快，地板还会滑，哦哦，卡没卡没，赛亚人的骄傲啊！哎呦！好，哦，我要下一层了，要下一层了，来了，该教他重新做人了。摘一颗星星，摘一颗星星你就完蛋。哇，我变成冰雪卡比。他戳到了自己的，哎，是我按的这个吗？还是他戳到自己的冰？他刚刚在天上放一个小冰块，然后他一屁股坐下去，他的屁股就炸裂了。哇，重新做人，把零件交出来。我粉红恶魔才是波普之心的霸主，谢谢大家。这是哪一个部分啊？看不太出来。哦，最前面那里，最前面这个叫什么部位啊？这个部位叫什么？还是坠机啦！看来不把全部的部位找出来，它就是不会飞了。叭叭叭叭叭，卡比太好了！文章回到船上了，剩下零件剩一个了。最后，我就用这艘船带你去我的故乡。虽然是很长的旅行，但能来到这个星球跟你相遇，发生了许多事情，好像都能成为愉快的回忆呢。我是真的心中满满都是感激之情啊！太感谢了。这是什么地方啊？城堡，宁夏暖日，所以没不最后一个不是DDD的城堡。好的，我想我们今天就玩到这边啦。如果你想看下一集的话，记得点下那个大大的赞，还有你的关注、你的订阅、你的小铃铛。我是Marissa，我们下部影片见，拜拜。